气象局预测，听日气温会上升至摄氏20度左右，但系早晚仍然会比较清凉。预料本澳今日同埋听日都会受到笼罩住中国嘅大陆性反气旋所影响噶。咁听日嚟讲咧，云量会逐渐咁样减少噶，日间阳光会较为充沛噶，气温会上升至到去20度左右。气象局提醒市民，一早一晚仍然会比较清凉，呼吁市民要小心保暖。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晴朗同比较干燥。